好，马Q说这个司机讲话不太友善，不过看起来踹人的动作他自己真的是太不友善了，不只是网友呢骂翻了，连亲姐姐胖姐呢现在也不原谅马Q。他在微博上说，种什么因就会得什么果，胖姐朋友坦诚这篇文章就是在骂妹妹，说呢胖姐很不高兴，第一时间呢狂骂她玩过头了，闯了这么大的祸，还让妈妈出来收烂摊子，气到不跟她讲话。那目前呢确认马Q的犯行呢包括踢了建车司机车门的毁损罪，还有呢攻击司机的重伤害或是杀人未遂，因为他穿的是高跟鞋，还涉及的是有伪证。分析的最新的刑案呢，他在刑法上的刑责是一罪一罚的，可能是至少7年，最多呢是到无期徒刑的重罪。而根据了解呢，马Q是已经看了影带画面，他的心情低落，不发一语。家人关心事发的经过，他还说是喝得太醉了，真的不记得。